鱿鱼是鱼类吗？鱿鱼不是鱼类。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，其实它并不是鱼，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，身体细长，呈长锥形，前端有吸盘。鱿鱼常活动于浅海中上层，垂直移动范围可达百余米，以磷虾、沙丁鱼、银汉鱼、小公鱼等为食，本身又为凶猛鱼类的猎食对象。鱿鱼主要分布于热带和温带浅海。鱿鱼营养价值很高，是名贵的海产品。炒鱿鱼的由来是在烹炒鱿鱼时，每块鱼片都由平直的形状慢慢卷起来成为圆筒状，这和卷起的铺盖外形差不多，而且卷的过程也很相像。人们由此产生了联想，就用炒鱿鱼代替卷铺盖，也就是表示被解雇和开除的意思。